永斋桂冠，此环节为攻擂手与上期擂主的终极比拼环节，由评委和大众评审共同投票产生本期擂主。120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%，评委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%，得票比例最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。唱的是天下擂来东道墙啊，北京城坐下了归军秦始皇，秦始皇当家做了殿呐，黎民百姓啊不安康啊，北京城改做了再为那顺天府啊，城十里这个徐家庄，村庄有个徐员外，家臣王过有余粮，他光有余粮不算富啊，身旁缺少带少的小儿郎，为女他修下了七星庙啊，为儿他修下了子孙八庙堂，老员外年热满呐，惊动上方长老啊，玉皇啊。这边戏正在实现我们演员的功力，对，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环节更加努力。玉皇我坐不住啊，凌霄殿呐，王母也坐不住啊，斗牛和公房，开眼变了把宋子娘娘叫，叫一声宋子娘娘，要你听龙唱啊，我这唤你不为旁的事啊，命你宋子刀下方啊，说罢了葫芦贼我就拿在手，叫一声宋子娘娘，要你听龙唱啊，葫芦贼呀、啊、不是呀、啊平常的葫芦贼，他本是一个小小一个小姑娘啊，我让你送到下方去啊，送到下方啊，这个徐家庄啊，说罢了葫芦贼接过去啊，我把这葫芦贼接到我手上啊，快去子儿往外走啊，二祖一步啊起了啊，云香啊飞，头驾着远那头啊，108,000里。是啊，地荡漾啊，落在地下来。宋子娘娘忙变化，变了，变成金桥啊，大姑娘。老汉干活。宋子娘娘往前走，真沉呐，干活累。村庄不远呢，在面旁，我迈步就把村庄进。生伯父啊，您老听中唱啊，你是缺柴是烧米呀、啊？为何两眼你都泪汪汪啊？啊，姑娘啊，伯父，一不缺柴也不烧米呀、啊，为甚缺少带孝心儿？
就知道那徐老伯父啊到身旁啊，说把这葫芦籽儿拿在手，葫芦籽儿尊上伯父啊，您老听衷肠啊，我这有两粒葫芦籽儿啊，一个是小小一个是小姑娘，单等来年春三月啊，住在那你们家里掌根上啊，说把这葫芦籽儿递过去呀。啊，多谢伯父。老者这里接待了我手上啊。接过了葫芦籽儿，我就我回头看，不见了俊俏大姑娘。不用人说，我就我知道了，就这神仙他就把我帮啊。手拿着葫芦籽往家走哎，家门这不远呐、啊，来在了面旁啊。响哎，老伴儿，叫声老伴儿，你快点开门房啊！哎，来了，老伴儿，回来开门的。老太太，我正在呀，屋中坐呀，哎哎，老伴儿开门，我回来了。开开了门一双扇呐，哎呀哎呀哎呀！老外人，哎、我回来，姑娘大喜事了，老头回来了，我回来。原来是老头子，老外回家乡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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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外呀，我告诉你喜事啊，老头咋的了？说把着那葫芦籽我就拿在了手，叫声老伴呀听懂唱，葫芦籽呀不是呀平常的葫芦籽，它本是那一个那小小一个小姑娘，等着那来年的春三月，想她种在咱们家里长根上啊。老伴呀给她种了啊。心好啊，人也好、哦哦，留不住三姐，上手人呐、啊，夫妻二人往前走，眼前闪出一大门，门上的贴写一副对，上前的二零二写地震，上一年万寿万寿万万寿、哦，下一年万春万春万万春呐、啊，横批贴写三个大字，三破大字牛啊，家春。转过来门君把话语，我出言便把要犯花子叫，叫一声要犯花子要听真，我们早饭已过午饭还没到，我府从来不舍山心啊，门君刘三姐我听心头疼啊，骂上门君瞎眼人，你当我是哪一个，我本是三小姐，上手回府门，鸡雀饼来鸡雀报饼报老爷太太得质问，你就说门外来了三姐的夫妻俩，你让他们迎娶进府门啊，去问君这里往回跑，见到了老爷
把话云出言便把老爷叫，叫声老爷何事？要听真，门外来了两个要饭花子，他说是三小姐上手回府门呐、啊。谁来了？三小姐回来了。老员外闻听，头底下低下头来，暗自训这死冷寒天。不在他穷家，就把他穷人的锅来到了我府，来丢人，怎么军叫来？要听真，朕快把大门给我关上，不让他们进我的府大门呐、啊！去是。问句这里往回跑，大门不远，面前村，我右手关上门双扇，喝住三姐上寿人。刘三姐中贼，门外来等啊，天哪！军关上两扇大门，门前开门啊，这段戏是悲喜交加，非常需要演员的唱功和作品。Cheers.
心的。爹娘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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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那接下来啊，我看看德高望重的韩老师，你给这个攻擂方守擂方好好点评点评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。确实非常精彩。攻擂方显得稍微嫩一点，那个你们自己应该有感受啊，要在舞台上学会包装。男孩这丑，第一点字眼不清楚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你的声音够用，你在演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随着你那个韵味儿，那个字儿偷偷的就卖掉了，整了五六分钟葫芦籽儿，也不知道中没中。我倒真心希望你们两位成为二人转界未来的葫芦籽儿，因为你们现在条件不错啊，衷心的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再有所发展。那么守擂方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够，首先是你们的才艺，这个两个人演唱都无可挑剔，特别是丑演唱的这首歌《卓玛》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就是自来的声音再加上他的处理，就是非常抓心挠肝，不光叫人家过瘾，还有点诱惑的感觉。所以说你要珍惜你现在你的特点，你的悠长，你的本钱。这个反串这个字不必说了，我们非常爱你，就连张也这是第一次看戏，他都说哎呦这个反串不烦人，一般的反串看着看着就烦人。我今天我刚才跟那个韩老师说，你这个反串非常成功，就是一个成功的反串。对，我希望你们要坚持住，坚持住你们的特点啊，健康的向上的传达正能量的，是不是啊？谢谢你们。此时此刻听完了韩老师的点评之后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一头雾水，分不清究竟谁能够成为本期的擂主。没关系，接下来首先让我们现场的120位大众评审请为攻擂方和守擂方来进行投票。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，抓紧时间为你喜欢的这一组选手投上宝贵的一票吧。来，5秒钟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投票结束。大众评审不用我说，已经有人开始伸出手告诉大家，你们选择的是支持的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？攻擂还是守擂？攻擂守擂继续。那边不要着急，大众评审们，你们的支持率会占擂主总得票数的60%，另外的40%就要交给我们现场4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。接下来4位老师请分别
用一句话告诉我们，您支持的是哪位选手？您希望哪一位选手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擂主？那我们就从韩老师吧。守擂，守擂方，来，张岩老师，我支持攻擂。好，暂时一比一平。严淑平老师，守擂，守擂方。洪老师，我还是支持守擂。支持守擂方，暂时评委老师这边是3-1的一个比例，但是这样的结果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，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擂主会是谁。来吧，这一期的擂主，我在等待着你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你的出现。今天的擂主是谁？最后的一次，大声的告诉我，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？所有的朋友，大声的喊出来好吗？攻擂还是守擂？攻擂还是守擂？你们更喜欢的是谁？郑重的告诉大家，今天的擂主获得了场上76%的支持，他就是郑重的告诉大家，今天的擂主，他就是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棒了。来说一说你们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人家擂主呢确实是有实力啊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足，应该向人擂主学习。好，旁边那位小兄弟你也说两句来。哎呀，我都做梦没想到啊，我能跟那个擂主 PK 一下子，我心里上了一下就下去我这我今天下去我这也挺高兴的，跟您还有像您这样好好学习学习是别的。好，心态非常的好，希望你未来的人生之路也保持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的攻擂方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再见。守擂成功啊，两位，恭喜啊！来说两句。感谢，先感谢评委老师对我们俩的大力支持，也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俩的支持，谢谢。旁边这位大美女，我感谢几位老师，评委老师的点评，非常感谢啊，也再次感谢到场的每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么支持我。说句实话啊，最主要的我是感谢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每次都能来到现场来支持我，非常感谢包装我的朋友，谢谢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再一次掌声恭喜我们的江有力、王东成为本期擂主。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《名师高徒》，面对全新的潜质选手，名师们势必火力全开，纷争再起。明晚18:30，不见不散。